苏有朋衣服上热搜，网友调侃你这是偷了哪个大人的衣服。提说苏有朋的名字，相信80后都不会陌生，他是当年《还珠格格》里痴情的五阿哥，他还是情深深雨蒙蒙的杜飞，他更是小虎队的乖乖虎，他留下无数的作品，塑造了无数的经典。多年过去了，如今的他依旧还是那么火，我们还是经常会在各类节目中看见他的身影。就在昨天，苏有朋出席了第28届金鸡奖开幕式，他一出场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，大家的关注点都在他的衣服上。苏有朋是一个时尚感很好的人，他本人也被网友称越活越年轻了，这几年来在服装搭配造型也一直都还是很不错的，妥妥的时尚潮男一枚。他当天穿了一件西装，不过这件西装可有点另类，不是中规中矩的西装，而是别出心裁的将一侧的扣子扣到了别一侧的口袋部位，